笑，有一个朋友一次性在我这里买了8只香肠呀，下来打包一下。他是买去送你的吧？买这么多？嗯，反正他买了60的，还有一个2只的，2个鸡。嗯，我们过年就用这个酱板鸭送你，再买一箱牛奶哦，这样打着就好看一点。嗯、一个袋子装不了6只，你就分2个包给他发货了啊。嗯，那这一个袋子3只吗？嗯。这是我们怀化的酱板鸭啊，微辣鲜的。就是现在有很多地方快递都不通了。我都不敢发太多地方了，发出去等下在中途又到不了顾客那边。对，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嘛。主要是很多快递点停运了，加之这个疫情影响。去4楼打针，一口气上4楼。阿泽，然后这吧，嗯，打结算了，昨天打的头，好，啊，嗯，阿姨轻轻的，给老爸打个电话，他今天坐车从长沙回来，看一下他到哪里了。今天他也是赶回来吃我舅舅的喜酒啊，今天他是乔迁之喜，住新房子哈，18桌，办酒席啊，还是很热闹的啊。我觉得在农村里面办酒席啊，就是人情味重啊，特别有人情味。喂，老爸，大家一起聚聚喝酒嘛。到哪里哦？你坐在哪里啊？坐进去啊？好了，这有人的，我家有的哈子，我家有还有2分盐水吧，打起吧，要一个半小时。嗯。你等下要这样直接到医院来啦？啊，等下到了再联系他。嗯。好了，在医院了。你跟他先说话啦。嗯。哦，这样子可以。又要等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快一点啊，减去这个做雾化的时间了。现在浩子好乖了，好配合。嗯，他做雾化他呀，又哭啊。嗯，昨天也没有哭了，做雾化他都很配合。哪里来的瓜子啊？我放口袋里面。可以啊，你还。你这口瓜子，你看浩子的眼睛都看直了，你不能吃啊！这我不吃，我等一下吃好吃的。这么小，嗯，还好，不烫，这是温水，要喝温水才能好，这快着呢。
不喝了。我把那工具车给你去摆来接了。好，我们去接一下老爸。现在老爸已经到雅典了，我去开车接一下他。他说那边没什么公交车，反正接一下老爸过来，应该耗子打针也打完了。老爸在前面。好，哎呀，好多东西吧？几单？土豆，那放下去了。几单是一起给的？一个。啊。还在停住啊！